了我大师兄的班，主事中华武士会。爹这辈子做了30年的面子，我是老了，新人要出头，我的班他接了，当然得大家认可才行啊。挑一个吧。好功夫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叶问。功夫两个字，一横一正，企得翻喺度嗰个先至啱晒，系咪咁话？你在北方的老哥们都不赞成这场比。你可要想清楚啊，那可是回不了头的。我是从小看着我父亲跟人交手长大的，在我爹身上，我看到的不是招，是意。定めに生きた男と女が選んだのは愛か戦いか。グランドマスター。